Happy birthday to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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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今天是我生日，没有蛋糕，因为我把它吃掉了。Hey buddy， 我真有，我是战神嘞！祝我生日快乐！没忙有礼物啦，因为是我生日啊，所以就是开箱进行了我的生日版呢。开箱进行，所以我还是开这箱先啦。不过还是要谢谢 Casey Gaming 啦，因为他知道我生日啦。谢谢 Casey Gaming， 真的还是谢谢他，因为差不多应该是去年啦，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去年。去年我到现在啊，一直 support 他，真的还是感谢。谢谢，好了，开箱了。哇，这个盒子这次很厚啊，果然是 Casey Gaming 啊。这个是 SD45 的重用摩卡组，因为这个 SD45 呢好像是12月3号才定才来的，不过我生日所以我就特别开咯。啊，看好看，重用膜蛮美，一下下你看，不过重用膜对我来讲应该收藏一下啦。呜呼 ，man！ 虫幽膜系列都是昆虫系，不过蛮美的。奈落落雪，我是想说啊。哦，坏虫的蝴蝶，我想收哦。蜘蛛，哦，这个我很想收，听起来这个蛮贵一下，有点难找，我也想收一张。哦，正直的 G， 哇 ，SD42才出，现在又在复刻，真的是很好哎。哦，这个蔷薇恋人，这个适合可以给植物族。边界，这个好像，欸，我不知道怎样使用。这个是神枪，嗯，我都不知道怎样用。手和右，雷都有，落雷，哎，听着他又关进第二线二了，真的是无言。鱼少 SR12才有哎。哦，落雪，这是以前当时的初代要用啊，不过也是要用啊。哎，怎么还有颗落雪？这个还有颗。哦，这个什么底落雪，它是专门盖的，不过另是没有怎么用了。哦，幻影形式，因为它可以。它可以变成怪兽卡，这张也是需要啦，因为有可能玩
那种古遗物啊，神枪可能手断。这个不知道怎样用。哎呦，这个蛮好用哎，它的超量哦，它这个超量也是，哎，另开有。好了，开卡包一下，看一下是什么好看。哇，蛮 shiny 耶！哇哦，美耶！哇，这个更 shiny， 这个也是，这个是好像是新的，好像是蛮强哦，这个。第二包 ，Let me see see。金色。普通还是 shiny， 你看我刚刚中的是比较一样，哇，这个还比较 shiny 一点，这个比较 shiny。 OK， 这个OK， 罗马麻将 ，OK，OK，、okay, okay, 哦，这个才比较 ultra 的麻将啊。所以我看结论，这张还有这一张，还有这一张样子，哎 ，no no， 这张比较 ultra 一点。好，我们再看第二礼物。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个是 Wattpad Pack， Watt Premium Pack。 哇，包到这样 OK 啊，开箱开箱。哦，哇，放很仔细，哒哒，哇，蛮好一下。啊，看，给看了，给看了，不要讲我不 steady。融合，先警察。哦，令令放这边先，但是火光风属性。阿来，安属性，另外一个光，哦，召唤魔术，我还拿到另外一个本，这个便宜了。地属性，哇，战车就 shiny 哦，哇，谢谢你啊 ，KC Gaming。
场地魔法，还有这张速攻魔法，需要就是它的融合系统了、啊。因为我另外一副，我觉得要想试试看放阿莱如何，看它的强度如何，还是会不会被卡嘞？因为我觉得放阿莱，我觉得以防万一，看对方如果是有放什么卡，我看是用阿莱来外挂是不是合适？还是谢谢 KC Gaming 啊，谢谢你。送就是这个 SD 四十五还有阿莱啊，我觉得蛮值得，因为这次 SD 四十五哎有那个蟑螂、正直的 G 还有室友啊，好像是。而这个阿莱也是，因为刚好 Select 五呢，刚好有人掰到五十了，也是 KC Gaming 啊，是谢谢 KC Gaming， 谢谢。这一次我的生日真的蛮值得想，你们记得给我 support KC Gaming 啊。好了，影片到尾了。如果你超级忠心、超级无敌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按 like、share 给我看。如果你是用用金刚掌的，记得按小铃以及下方广告给我谢谢。放心，这个五个保证不给我热。如果他真的是跟林北讲啦，我就用拿出我的 SD 四十五号啊，我的阿莱跟他对话就可以了，没有开玩笑吧？好，等我一下了 ，ciao。This and I can see the light of day, but I can also see the bones decay.